中中中中哦哦哦！啊，脱钩！你这是三叉钩吗？很冲哎、欸，没有单钩。对啊。好冲哦！啊，中！中了，中了，中！落下！哦！哦，啊，很危险，他跑去挑波块了。哦，看到看到，很有力耶。哦，是什么？哇！什么？不知道，对吧？你就朝正前方丢，然后能抛多远就抛多远。然后你试试看，先从表层开始抽，如果没有的话，第二杆再从底下开始抽。然后它游速非常快的那种，所以可以抽快一点没关系。人家咬蛮准的，真的假的？嗯。你正前方抛最远的位置的表层就有。哦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哦哦哦哦！有根有根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先起来。哇！哦！哦！有了。哇天啊，这也太爽了！呼！哎呦！呼！呼！哇，这冲！鲸鱼大师用鲸鱼竿玩，这真是爽爆哎、欸！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哇，呼，鲸鱼大师可以的，耶、yeah! ！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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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哦哦哦哦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